你知道人体最强壮的肌肉是哪一块肌肉吗？如果根据这个肌肉的单位重量能够产生的力量，人类身体最强壮的肌肉其实是你的咬肌。它那么小一块肌肉，它就可以产生非常大的咬力，在成人大概可以达到90磅，也就是大概40公斤。那人类身体最坚硬的器官就是你牙齿的珐琅质，它的钙化程度达到95%。可是如果说你有磨牙习惯的话，即使是那么强壮坚硬的珐琅质，它也抵抗不了咬肌的力量，长期下来你的珐琅质也都会被磨耗磨平掉。